在众多的异节来客中，只有您和流星碎片有共。如果拥有了足够的神力，就能回到原本的世界吗？这个嘛。哎，你骗我，你犹豫。我没骗你，只要变强，一定有办法。啊，忘了介绍，这里是天空之境，异节来客通往云吹大陆的中转。我现在要带您去云吹大陆见一位叫一直在帮助异节来客寻找回家的路。第一次见面，还是要穿得正式一点，请主人挑选一套心仪的衣服吧。哦，不愧是主人，这身衣服简直和你穿过这道大。我最最亲爱的主人，欢迎来到云吹大陆的最高处云波之境。我们没想到异界来客居然这么多，都有俱乐部了。不是哦，俱乐部成员并不都是蓝星人，秦少师来自一个遥远的时空，听他说话的格调你就明白了。啊，今天云波之境的风儿似乎有些喧嚣呢。监察官大人，发现新的一节来客，他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同寻常。原计划清除。啊，糟糕，遇到监察者了。还好我准备好了装备，主人快穿上防身。这些人是什么人？监察者是一个监察时空秩序的神秘组织，欺负异界来客。监察官大人有令，不能放过一条漏网之鱼。
协会的人怎么来了？这个外来者究竟是什么身份？你们要为了他和龙真大人作对。哼，冒险家协会的事不劳他费心。他叫端木成，是云锤八大冒险家之一。严格来讲，异世界俱乐部是冒险家协会的下属机构。至于冒险家，这里不安全，跟我走。冒险家协会。哦，冒险家协会聚集了众多强大的冒险家，拥有最。者的首领，没想到他亲自来了。雷鸣之下，万物寂灭。雷鸣之下，万物寂灭。雷鸣之下，万物寂灭。哼，想逃。
stop worrying about worrying. We'll keep doing. Doesn't matter what I